觉得这支拍子呢，就是它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双面不同方形的结构。那像它的泪盒框这一面呢，就是如果在点纱和扣纱时啊，就可以带来球感很直接。那如果在破风框的这一面呢，就是可以让我的防守啊遭遇到压迫的时候，可以就是做出巧妙的手中带弓的一个分球。那因为它的重量很轻，就只有78克，所以呢，像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呢，让我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女生的球友去使用。外形就是搭配的颜色，让女生都会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到时候就是女生的朋友球友可以就是买一支来试试看，那我觉得不管是外形的使用上都会非常的适合。